做几个了？七个。等一下，这七个蛋，一、二、三。你表演一下怎么做，快点来。拿螺丝，拿起来，螺丝拿起来。七个。来，你现在做什么？工作。啊，再拿一个螺丝起来啊！快点来，再穿一个。你的年月率赚多少？你要解说一下。你要赚多少钱？两百五，那我要再买一个大刀子嘛。哦。你要250，那你要用250个的，我现在还没。还不到100个，已经快完了。